十六位博今天是107年9月8号，冈山站8:57。我用这样排好了。所拍摄是3134次，经由屏东县看往斗六的1500型1565加上1568，无接话2019台湾灯会在屏东彩绘8辆二组区间车。关闭车门。我这样排路程好了。准备十点，冈山站，谢等入组。我以前很少这样用做大500型。可是刚好这次是用优化改造，才对号式啊，座椅。路程会比较长一点。
对面有列车，或有进要进站还有普通过。不知道这是什么列车通。3714金融南三线号台中的第二3100型浣熊12辆位组成这条通过，陆主任，谢谢。